市值缩水520亿，股东套现27亿元，艾美克还能继续美丽神话吗？上市满一年后，医美毛艾美克刚解禁，就有股东急着出逃了。9月24日，艾美克发布公告，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占据公司最新总股本近 25.30%， 限售期为一年，解禁日起为9月28日。今年2月，艾美克披露了大手笔分红方案，艾美克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35元，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4.21 亿元，约占其2020年净利润的 95.75%。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汉则向 AI 财经社表示，艾美克本身所处的赛道就是超级风口，赴港上市无疑是给自己所处行业进一步加码，利于自身发展。此外，艾美克需要维护自己女人的茅台形象，站稳行业龙头的位置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艾美克在本身缺乏新的业务增长点之下，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，弥补自己的短板。